基本个三年啊，一千多啊。来，恁两个买买好啊，一千块来啦，这人一半啊。要吗？安尼啊，五百装起千五块的物件，来一千块糖对啦，一千块得，啥物价？你要一份咯，来紧一千块我来紧，还是要两份？啊，我爸方面要处理，你就一千五啦，一千五啦。靠，你是痛啊！来一个啊！我搁送你两杯乌鸡啦！哎呀，我头一摆看一千人讲，计后尾五百浪费。来，两个人给包起来。老师，上班那里卖后抓歹卖啊！了啦，了了了了，快紧啦，了后见。那两只斑头。来，要吃多利鱼春江了。那两只斑头。你看在对起啊？哎。爱讲伊爱规只三竿啊，刷头咧，做两只斑头，啊，做两只 OK。那个 OK 应该是150块等级。七百来，八百来，九百来，十百来，超百来，来，十一百、十二百给你啦，啥物人饮酒哩啊？大啊，来三百，加收三百，再加收五百，再送你一只五的。安尼看安怎？会使我就买啊，要趁钱嘛，我。安尼就对啦。来，有要食多利，开三百好来多利。没有刺，没有骨，没有皮了，一人一包、两包、三包都没关系。这六个包。明天有鲑鱼头后尾吗？有鲑，明天有鲑鱼尾，但是鲑鱼头还没有。300块多少钱没有？明天会有鲑鱼尾，但是鲑鱼头。来，去包个上你。鲑鱼头还没有。活动你敢拿？五斤、三公斤，给你五包的小小，来三百，多利鱼来，最后两位了，多利300块，最后剩两个人给你。应该分量蛮多的吧？试试看啊，用煎的清蒸红烧煮汤煮都可以。我因为我拿过那个一包很重，100块，所以煎起来应该很多。我你亲家熬昨天看还没上啊？来干贝来，干贝买500块，免客服啊，干贝多少钱？春节小两多啊，来我你看一下，这你要开价要上两块 OK， 做大粒的，等你来煎煎的，要煮奶油哦，煎奶油，啊来煮汤煮的，要用烘的多些，两块一公斤。两起来就一公斤啦，免八百，免七百，来五百块招一个单子来，三百买五百了。上讲过年了，未使食干贝啦。我平常时啊，都拢没有人吃一片就很饱，对啦。因为我拿就知道，那个葱抓饼分量很多，煎起来应该更煎起来。来上吧，我觉得两个小孩吃一片就好了。卖你一盒的钱就好了，这两盒你拿回去煎，来上吧。